网络文章分享。人这辈子最难的是什么？人这辈子最难的是做人，无论你怎样做，都有人不满。不理你做什么，都有人指指点点。做个好人会被欺负，做个坏人会被唾骂。好人也好，坏人也罢，都有利弊，都是不容易的。人这辈子最难的是交心，徒心徒肺未必能换来真心，毫无保留感亦都未必能够得到回应。你对人哋真心实意，人哋对你虚情假意，你再好亦都有人会讨厌你，你再真亦都有人会疏远你。人这辈子最难的是赚钱，攰到死下死下，早早起身做到夜夜先至瞓，四处奔波，拼尽全力咁去赚，年货一年，日货一日，赚钱唔多，花钱就却多啦，存款空空，负债累累，人这辈子最难的是借钱，平日与你关系好好的，一讲到借钱就消失不见。好话讲尽，人哋就系唔信，点头下腰，又遭到拒绝。能够借钱俾你嘅人，都系真心嘅；能把钱俾你嘅人，都值得珍惜。人这辈子最难的是求人，求人要睇人面色，做事要俾钱送礼。你有事
求人帮助，但凭一张嘴是无用的，不给钱谁会帮你做事啊？不送礼谁会将你当是一回事啊？人这辈子最难的是信任，没有长久的接触，没有多年的了解，不可能轻信身边的人，相识只在瞬间，信任是需要多年的，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真是一种幸运啊。人这辈子做人最难，会被伤害，交心最难，会被欺骗，赚钱最难，身心疲惫，借钱最难，遭人白眼，求人最难，睇人面色，信任最难，需要多年，无论点样，我哋要好好咁做人，唔理几时，我哋要真心待人，只要问心无愧，不伤人，呢一生无所畏惧，踏实安心。